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声教育推出的2014年播音主持艺术专业家事辅导课程的基础部分第九讲。我们上节课啊讲完了普通话语音的声母韵母调值，上节课把调值的发法要领给大家做了一个简要的说明。那么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是围绕上节课所讲授的内容把它巩固一下，把它巩固一下。那么通过教学实践呢，我们发现巩固这个调值的最好方法就是用少量的词反复的固定，让它重复的进行磨练你的唇齿舌牙腭和气息以及大脑之间的协调。所以呢，我们选出了20个词，这20个词的特点呢，都是按照阴阳赏去四个声调依次排列的。比如说中国伟大，它是按照这个顺序进行排列的。所以呢，如果你认真的把这20个词反复的认真的加以锤炼的话，调值这个部分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那么我们对同学们的要求是什么？在没有发生语流当中的语音变化的时候，我要求20个词调值一模一样，也就是说应该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啊，这20个词。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中国伟大和山河美丽，你看它这种感觉是完全一致的。好了，那么由于语音教学啊，它是一个口耳之学，不仅仅是我给大家泛读你就能发现它其中的问题的所以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同学，然后呢在他读的过程当中我来校正他的问题，你们就会发现自己身上会有和他类似的问题出现。所以同学们认真听这个过程。好了，你来给大家读一下我说停你就停就可以了，读吧，按照我刚才那种感觉读。好的。中国伟大，山河美丽，天然宝藏，资源满地，阶级有爱，中流砥柱，工农子弟，千锤百炼。好，到这里回过头来读第一个词，中国伟大，来读。中国伟大。读这个中国伟大的时候啊，我们注意这个音平调，它一定是有起点有端点的，是中中中中，来读。中最后的时候，这个中要结束的时候有一种顿住的感觉，中中中中中，来，中，对了，中啊，把它稍微拉长，中中，好一点啊，这个一定要有意识的去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不舒服啊，把它强调的甚至都不平了，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去做，要不然呢你的这个
语调啊，就到最后的时候容易下坠啊。有人发中中，这就不对了，是中中。来，第二个读国字，国国啊，国是这样的啊，国它越往后的时候，越往后的时候要把它的声音变大，也就是音强变强，国不是国，最后就弱了，是国国。来，国国，它不是国国，是一直推上去，国国国，不是国，哼，不是这样，嗯，国国国，对，但是你的起调稍微有点低，因为阳平调我们叫高声调嘛，它是从三到五这个跨度，所以起调的时候要高一点，是国国，不是国国，你看起调不一样。来，再试，国国国，好一点。来看这个尾啊，嗯，尾尾尾尾，来，尾尾尾。注意啊，这个肯定很多同学也会犯这样的问题，就是到这个尾后部的时候又着急了，非要甩一下，尾尾，不是这样，是尾尾尾尾尾，来，尾尾尾，好多了啊，嗯，再看这个，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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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又高又短，来试一下，大，大，大，好，所以这个词读起来是中国伟大，来，中国伟。大，这个中开头的时候没发好，再发。中国伟大，这个中字偏短啊，发的偏短了。它排一个顺序是这样的啊，最长的时长最长的是上声，第二是阳平，第三是阴平，最后最短的是去声。但是你这个音频调还是有些偏短，中国伟大，来再试，中国伟大，好一点啊，但这个伟发的时候再自然一点。好，我们不深究这个词了，往下走，山河美丽，山河美丽，嗯，发的再稳一点，山河美丽，来，山河美丽，你看你这个最后这个地方，山山山，你就有一点往下降了，山山就不对了，山，然后河也是一样，河美丽，就一定是在它结尾的时候也要认真发完，不要我音还没发完，我嘴或者思想就先松劲儿了，这样就不对了。来，再读，山河美丽，美字有点拖，美
美不是美，还横着转一段，这不对。美这不对，美山河美丽。好，来看下边的天然宝藏。天然宝藏。宝宝，你看有宝，这不对了啊。宝宝，哎，对了，来再读啊。资源满地。资源满地。嗯，这里边讲一个问题啊。有人问说，老师，这个读资源还是读资源，源还是源？这个呢，如果你在语流当中你把它读成源，这就有点过分了啊。但是呢，你为了把字符拉开，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把它拼成源，源不是源，也不准确啊。源源满满地。资源满地，来。资源满地。皆极有爱。皆极有爱。这个有啊，不是有，是。又这样了。有。对了。啊。有爱。有爱。中流砥柱。中流砥柱。对了，工农子弟。工农子弟。你看又变成子是吧，这地方不顺畅。工农子弟。工农子弟。千锤百炼。千锤百炼。这个千发的稍微有点短，而且还有点抖。千不是千就不发了。千锤百炼。千锤百炼。身强体健。身强体健。身字短，身不是身，到这就不走了。身来。身强体健。精神百倍。精神百倍。心明眼亮。心明眼亮。光明磊落。光明磊落。明不要到最后把它憋住了，明就不走了。明明它是一个敞开式的最后结尾，不是明憋住了。明光明光明磊
落。对了，山明水秀。山明水秀。OK 啊，渐入佳境了。花红柳绿。花红柳绿。哎呀，非常好了啊，都准了，不会。开渠引灌。开渠引灌。哎呀，不经夸啊，这个渠又最后憋住了。渠不是渠。渠。开渠引灌。开渠啊，不对，开渠引灌。OK， 风调雨顺。风调雨顺。阴阳赏去。阴阳赏去。这个去没挂住，它不够高了。去、哦、阴去阳赏去。阴阳赏去。赏赏去。赏赏赏去。非常好记。非常好记。你看这个好，就不要无限制的拖长它，人家是有规定的。好，非常好记。非常好记。高阳转降。高阳转降。不是转安，是转。转。对了。高阳转降。注意这个阳平调，你还是阳，是阳阳，这样才好听。阳高阳转降。高阳转降。对了，区别起落。区别起落。同学们要注意，得两点提示。第一点，阴平调的发法啊，一定要有起点有端点，阳平调最后不要憋住了，是啊啊，而不是啊啊啊啊，一定不是憋住的。然后赏声，比如说尾，它一定是这样的，不是尾 A， 也不是美 A， 美尾啊，是这样的。然后去声调一定要注意啊，这里边最容易犯的一个问题，搓口呼和合口呼的时候，也就是发吁和呜的时候啊，韵母是吁和呜的时候，或者由他们开头组成的复韵母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高一点啊，因为搓口的时候人发不是很容易，比如说去，你这嘴如果不搓紧了就变去，应该是去去去啊，这样你的搓口和合口也会变得非常有力啊。区别区别，你看如果有区区，嘴不用力，区这调肯定就低了。好，下面我读一遍你读一遍。好的。中国伟大。中
国伟大，山河美丽，山河美丽。这个美又开始拖，美美美，天然宝藏，天然宝藏，资源满地，资源满地。这个源最后又憋住了，源资源，资源满地，皆极有爱，皆极有爱，工农子弟，工农子弟。非常好，千锤百炼，千锤百炼，身强体健，身强体健，精神百倍，精神，精神百倍，神，这不对了，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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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倍，心明眼亮，心明眼亮，眼，注意所有的普通话里的词都不要把它憋住，明错了，应该是明眼，明错了，眼，眼，心明眼亮，光明磊落，光明磊落，阴阳赏去，阴阳赏去，非常好记，非常好记，高阳转降，高阳转降，转字不对，转，转，高阳转降，高阳转降，阳没发到位，高阳，阳不是阳啊，高阳转降，不是阳，是阳，最后一定是控制，阳，失去控制的字音都是错音。嗯，好的，我再念一下，高阳转降，区别起落，区别起落。好，中国伟大，中国伟大，山河美丽，山河美丽，天然宝藏，天然宝藏，资源满地，资源满地，皆极有爱，皆极有爱，中流砥柱，中流砥柱，工农子弟，工农子弟，千锤百炼，千锤百炼，
身强体健，身强体健，精神百倍，精神百倍，心明眼亮，心明眼亮，光明磊落，光明磊落，山明水秀，山明水秀，花红柳绿，花红柳绿，开渠引灌，开渠引灌，风调雨顺，风调雨顺，阴阳赏去，阴阳赏去，那就去，就使劲长拖了，使劲不代表发长，阴阳赏去，阴阳赏去，非常好记，非常好记，高阳转降，高阳转降，区别起落，区别起落。所以同学们在练习的时候，第一遍的时候都是按着我们那种慢的一个字一个字的校正，然后呢再正常的读。我把这20个词给大家读一下。中国伟大，山河美丽，天然宝藏，资源满地，阶级友爱，中流砥柱，工农子弟，千锤百炼，身强体健，精神百倍，心明眼亮，光明磊落，山明水秀，花红柳绿，开渠引灌，风调雨顺，阴阳赏去，非常好记，高阳转降，区别起落。同学们听这20个词，我读的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就达到训练要求了。举例子，天然宝藏和资源满地，是吧？它从这个调值、调长、调型啊，都应该是一样的。这是我们训练的一个目的。播音主持是口耳之学，所以呢，希望同学们多跟着读、多听、多练。好，这节课到这里，同学们再见。